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黑幕，这什么黑幕？这是告诉你们，最后偷塔不一定中，别想着老最后偷，知道吗？ 跟踪了换，我不跟他换，我那换什么？他自己要中单刀锋的。想和我玩吗？可别怪我的尾巴无情哦。 平 A Q 一下，打电刑，真肉啊！平 A， 平 A， 他们现在是我的了，刮一下，平 A。 没有人能阻挡我。一闪，呀，我的闪呢？这伤害咋这么低？这蓄气也太低了，这。我们来。 这都一招了，都没死。哎呦，蓄气有点低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我刚才我摁一闪了，在兵后边，他没一招，但是他升了以后，我们才一闪的就完了，他升级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闪没一出去，而且哎呀。 不跟你们说了，反正刚才玩的挺难受，说实话。他们的价值已经被占领。哎，为啥没中啊？ 说啥？咱今天也不可能让这混子赢，知道吗？说啥也不可能让这混子赢了，臭混子，溜了。你不相信我吗？ 海妖吧，不用着急啊。虽然我们有点刮痧，但是我已经差不多知道该怎么玩了。锁个秘密吧。我们去找点真正的乐子吧。哈。
所谓。其实我说实话，他现在挺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再见，还是防御塔够劲儿啊！呀，我这不出大天使，出什么大天使？仪式的章节，快点给我抠出去！妈，虚区真是低。哎，这就有点难受了啊！这么的，我推完一波，另外一波兵都过来了，都没推进，哎，气死了！太慢了，这推线真受不了。先来个皮孩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不出女神泪，我就不出，我就不出，我肯定不出。别让我出女神泪，我就不出。没有人能够阻挡我的道路。好痛啊！来创他们的价值已经被榨干了。大发慈悲，我可有点盐啊。干哈呢？没奥纳夫，哥们儿，回家啦！我只需要仪式的章节就行了。九分钟，来一个。蓝确实有点不够用啊。请宠爱我吧。我主要我上路跟这奥恩对线不够用，我要跟别人对线我就不出了。那么随便跟个谁咱也都不出了，跟个奥恩搁这对线。憨憨。
只要你足够翻，啊！干啥呀？哎，我就打得死你！真憨呐、啊，真是憨呐、啊，真笨呐、啊，给我狐狸精！他急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急了，现在他有点着急了。嗯、他着急了啊！啊，着急了，瞅着吧。着急了呢，回来，乱配，给我推推推推！坏了，狐狸不刮痧了。我是怎么做到一个 Q 能把后排兵都清了的？奥恩应该是挂机了。轮到我啦！哎，别砸了，我不行了。哎呀，迪斯的张杰起作用。OK， 一血塔回家了，无敌了！你还别说啊，无敌了！我来个法川海。我们来吗？谢谢小迷的飞机。我们十层戒指了，一会儿来个美甲窃魂卷。面具，面什么具？面具，面具哪有稀缺呀？面具就更刮了，不弄面具。来，你不出来，我不进去。你看看，折磨你，山羊，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刮痧？
欺负老实人。哎，嘿嘿嘿嘿！告诉我的秘密。14秒有到。干什么呢？又急了，看到没？着急了。被我们刮丝刮痧大师刮舒服了，这是着急了，回家了。奥恩有点难受，自从杀了我一回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我这美甲都应该18层了，本来谢谢小迷的一千个鱼丸啊，哎，这个梦魇大招吸地有点快的，他跟我大招吸地一边长。来，我们得跳弹过来了，我一瞅。这谁往自己家高地放个眼儿呢？精神病是吧？嗖一下，哎，这卡莎我都能直接秒他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哎，奥恩出来了，抠一下。不上啊，我也不上。大爷的，没让你在那抠，给我打生气了。讨厌的泽拉斯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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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宠爱我吧。没关系，可以继续推呀，推。我能回血。这泽拉斯我对不过他，有点讨厌。我回家，我有点玩不过他。这扣没中，我们先去把蓝打了，打完蓝下波直接怼他脸，要不然玩不过他。
这怎么回血了呢？为什么回血？你被我魅惑，居然回血！无伤打蓝，看着没？让我秀的。我得打小黄毛来。给你们单秒一个吧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哎，飞一个。终于把他杀了，不容易啊。你怎么